暴龙化石。妈妈妈妈快看，本市最大规模的恐龙乐园洛城林市同时展出白垩纪时代保存最完整的暴龙化石。妈妈妈妈，我要去恐龙乐园，能陪我一起去吗？小咖，最近妈妈为公园摊位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好吧，我找爸爸去。爸爸，我爸爸正在执行紧急重要的任务，不说了，先挂了。我就知道。喂，怎么了？小咖，恐龙乐园展出暴龙化石，你能陪我一起去吗？怎么了，小咖？我不舒服，我就不去了。好吧。喂，包子王妈妈。妈妈，找你的电话。小咖妈妈，周末我们一家人陪包子王去恐龙乐园，你们家小咖去吗？我们家小咖就不去了。不会是不想陪孩子去吧？谁说我们家小咖不去的？我一定陪我们家小咖去恐龙乐园。耶！暴龙化石，老妈，我们一起去恐龙乐园吧。我从小教导你问的是什么？无时无刻的捣蛋。妈妈，可是我们想去恐龙乐园，还有保存完整的暴龙化石。暴龙化石，好，老妈亲自陪你们一起去。今天来的人真多呀。哇，好大。恐龙化石是指恐龙死后身体中的软组织因腐烂而消失，骨骼包括牙齿等硬体组织沉积在泥沙中，处于隔绝氧气的环境下，经过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沉积，骨骼完全矿物化而得以保存。暴龙类是在晚白垩纪肉食类恐龙接近灭亡后才演化出的巨大的体型，填补了肉食龙类留下的空白，占据了食物链顶端。点击加关注，下集更精彩。